中遇到山贼，所以啲嘢都俾山贼抢晒。系你老大娘嘅棉老大，佢咪死咗噶啦咩？苍灵根本就冇杀佢，佢系留翻佢哋向我报仇。原来苍灵就系个贱人私欲嘅奸夫。而家呢个抢劫一浪，我败咗细佬你半份身家。冇啊哥，我半份身家仲喺度啊！嗱，逼我分家，而家败晒啦，咁你安乐啦。二弟啊，当年我净身入宫，你只系换咗20两银白银。你一手将呢笔钱换心经营，先至将孙家变成大户之家啫。二嫂，我而家一无所有，都系我一向所作所为，因果报应啦。睇你有今日噶。孙家有难，你仲要逼我分家，又要搬嚟清心斋，你都可谓反面无情。而家翻到嚟仲有面嘅，唔该你扯啦。点解叫阿哥扯啊？唔得，我唔俾你扯嘅。二奶奶，二奶奶，二爷佢唔见咗。孙家大把钱，使乜争你钱啊？你装穷扮懵系话？你两公婆加埋嚟啱我啲钱，我先加你钱啊！俾啲燕窝嚟食下就好啦。咁嘢你讲得出嘅，周家乞食饭穷，我就想还钱啦。冰糖燕窝还咩钱啊？想食冰糖燕窝啊，好难啊！食狗屎你有份咩？放开佢！二老爷啊，二老爷，揾到你，心有余啦，心有余。我哋孙家冇争你任何嘢，点解你搞到我二老爷咁啊？唔系啊，佢系嚟救我嘅。头先我哋黑色有几个人走嚟追债，问我攞钱又要我还钱，我后屘又俾佢打，又俾我去争个食狗屎，系佢帮我打走嗰几个人啊！老爷，你点会嚟咗呢度？会搞成咁样噶？我都唔知点解，有一个人俾咗个砵头我。带咗我嚟呢树，佢够教我。佢话你只要讲好心啦，该啦，俾啲冰糖炖燕窝我食啦，咁就有嘢食噶咯。咁我嗰阵时好肚饿，咁我咪听佢讲咯。嗰个系边个嚟噶？我唔知啊。二奶奶啊！我头先见到大二老爷嚟嗰个人，系边个嚟噶？佢成日出入你哋孙家，着西装三件头嗰个咧，庄灵。好肚饿，二老爷，快放开佢，唔准你斗佢。我唔理你哋点样嬲我，都系俾我孭咗佢翻去先。
翻出去啦，我唔使人伺候啊。孙大爷，我都知道你会嚟噶啦。你点入嚟噶？孙家啲人已经出晒揾你细佬，而家孙家已经变成一个冇掩鸡窝，乜你唔知道咩？我二弟去咗边？系咪你又捉咗佢？你又想点样害佢啊？你顾掂你自己先啦。呢样嘢系咪你噶？我净咗身嘅宝贝，你俾翻我，俾翻我啊！我帮你班山贼度拎翻翻嚟，多谢都冇声，仲闹我，俾翻我，你俾翻我，哎呀！我宝贝，我宝贝，俾翻我！你想点？你想点啊？我仲以为做得太监嘅，已经冇晒骨气添。好，如果你肯同思雨甜蜜，或者我会留你一条全尸。你都是一心想找我来报复的啫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我孙某人都风光了大半世。庄宁，如果我死了，是不是就一了百了？你肯填命的，我就已经跟思雨报了仇，不是一了百了？好，我死咗做鬼，一定拉埋个贱人响阎罗王面前，等佢嚟裁决，睇下佢着啊，定我唔着。检点平生如幻化，我还俾你，我还俾你。英姑的小妹咯，你真的不记得咩？你还强奸了她那个啊？不是啊，我事不是我害死她，我又叫英姑给钱她的。我还以为
夠膽講啊。五姑，如果你答唔到，就我幫你答。28年前，你咁妹小芬因為鄉下水災，你就親手帶咗佢嚟投靠孫家。點知有一晚，俾呢個禽獸都不如嘅孫二爺強姦咗小芬，小芬就咁有咗身景。咁你明啦，二奶奶。我唔聽，我唔再講，唔好再講啦。你唔聽我講，聽邊個講啊？小芬当日留下了数客，现在回来是找孙家的人报仇。你们听清楚，是找孙家的人报仇。英姑，我应该叫你姨妈先好。现在姨生我正式同你问安。奶奶，我应叫声你大妈至啱。我几时识你？就响18年，我第一次出省城。人生路不熟，我被人家打劫，你就出来救了我，这个原来是你的安排。你处心10年就是为了今日。我不等到今日，我又哪有资格跟孙家斗啊。真是好事，孙家真正的命盲在外面流离失所，但是孙二奶奶就费尽心思要为孙家继后香灯，结果坏事做尽，害了沈悠然一生，害了阮万清一生，还害了自己的女儿一生。真的想要你阿爹同你两条命咩？我劝你一句，就算你怎样做，你阿娘都不会翻身。怪我事，怪我事，怪我事，怪我事。唔关我事，唔关我事啊！要嘢都唔关我事钟俾我啦，讲讲你对我良处，讲啊！我要你讲啊！讲你知错，你会明媒正娶我嚟翻去，将佢嘅骨灰摆喺孙家嘅祠堂度，摆祠堂度，佢
俾条山路佢，系佢自己唔俾条山路自己行。仲想嚟做和事佬啊？我真系谂唔到，一个唔系姓孙嘅孙家姑爷，竟然仲会关心孙家，真系有情有义啊！好抱歉，我唔知道原来你有咁多伤心嘅往事。呢啲唔关你事啊！有啲人好似个樽盖咁，你想极办法去扭开佢都扭唔开，除非你打烂个樽。告诉我知，孙家这样对你，为什么你还肯帮他出头？孙家这样对你，为什么你还肯帮他出头？我只是一个思想很简单，出身乡下的普通人，我没你想得那么复杂，那么深奥。我成长的环境虽然贫苦，但是自小我爹娘给我的爱令我感觉到很温暖，这些就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，因为在我心里面拥有一份最真实最单纯的爱。但你有没有试过你自己的阿娘和你最深爱的女人被人害死？其实有阵时喝酒的心情决定一个人的酒量，或者你可以借助他改变宿命，转化成一种力量，用好的心情饮酒，就算你醉了亦都会在笑声之中睡着。当你一夜酒醉酒醒，你希望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是开心还是不开心？还是已经忘记？不过咁辛苦撮合你同万青，你哋真系天生一对。庄玲，唔好再讲，我从来冇当过任何一个人系我朋友，但我好乐意当你我朋友，但系唔代表你可以改变得到我。我喺你身上只系知道，原来呢个世界上仲有好人。走啦，去同万青揾你嘅将来。呢度嘅事唔好再嚟，因为你同佢都系唔属于呢度。你都唔好再问关于孙家嘅事，因为已经冇人可以再帮到孙家。我求你记住一件事，佢哋永远都系你嘅家人。
唔好俾我插头啊！唔好俾我插头啊！老爷啊，你唔好惊啦，打我梦咋？唔好咬我，咬我！老爷，你竟然做出啲咁嘅事，枉我为咗孙家嘅香灯，攰一切。翠芳，你做咩喊啊？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事啊？啊，我即刻去跟你阿娘提亲啊。老爷，这头家当女都没意义了，不如散了去啦。怎么回事？要不要帮手啊，二奶奶？雷老大，原来你们真的未死的，是不是张玲叫你们来的？需不需要人叫啊？我们只不懂得来发财的吗？不过张玲关照了一声，她叫我留下你们这班人的一条狗命，鬼叫我们欠她两条人命吗？今天就当还她一个人情吧，你们要叫她一声大恩人。这个是我家，你们想怎样啊？不要挡着我发财，听话就留你一条狗命，反抗杀无赦。无啊，大爷，无啊。走啊，走啊，爷爷，走啊，走。你到底入边啊？快走啦！受冻啦！喺里边啦！得啦，二奶奶，你走啦！走啦！走啦！Ah!
头散孙家的人竟然是姓孙。我不是姓孙，从来都不是。你好不想姓孙，或者你做不到孙家的子孙，所以你就这么狠。做孙家有什么好啊？人呢？现在连一个人都没有，强如你孙儿奶奶都摆我庄宁手下。你不要忘记，孙家唯一一点的血脉，即是你做石哥天柱，他都不是姓孙。孙家有什么那么巴闭啊？孙家不会冇人的，就算孙家散了仲有人在这里，这个就是你。我跟你讲多一次，我的名字叫做庄宁，我不是姓孙。你是，你是我们老爷的亲生仔，你流的是孙家的血，这一点是不可以改变的。大哥，你在这里忙什么？张大哥，张大哥，船飞机买了，是今晚七点钟的船。张大哥，是时候执意走的了。我不走了，你自己走了。不是啊，大哥，日本仔已经打到来了，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是咯，你的仇已经报了，为什么不走啊？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要留下。我成世人都是为了报仇，而家家仇已经报了，或者都是时候面对国恨。那即是怎样？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来广州的时候在码头找石，那外江佬怎样吓我们？当然记得了，他们成三十多人带埋家生来抢我们的地盘，当时我们只得几个人，根本就没得打的。眼看着我们就来死了，好在庄大哥你追着他们阿头来打，这样才将那班人吓走了。我想的都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这么狠的？是的，人家十几人打你一个，你还追着人家阿头不放，我真的不明白了。地盘啫，这个武藏就找个第二个咯，人家人强马壮，要吓你就当然要走的了。广州又不是只有那个码头。一次，如果你被人抢得地盘一次，你一世都不用知有自己的地盘。以前是这样，现在都是一样。你弟死在哪里都要记住。你上船之前去火车站吗？寄存了两箱钱在这里，放给你做水的。庄大哥，你真的不跟我们走啊？庄大哥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不如带我们两兄弟一起去吧。我保住自己的地盘，你们帮不到我手的了。拿着，保重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将会播映《之彩娱乐速递》和《奥运华英雄》，之后是《娃哈哈纯正水特约天龙八部》。路要走，但什么每一步给摆布给注定，关于封建的铁箱谁肯呼应，不知究竟你是谁，不敢确认是谁，竟跟冷酷时代沉没做了雅的报警。
要等到树枯天之晴，给他一份清醒，给他一份冷静。